彰化县庆祝中华民国108年元旦升旗典礼，在彰化县政府广场隆重举行。县长王惠美许下新年新希望，并与来自各界贵宾一同高唱国歌，欢喜迎接新的一年。我们今年元旦升旗典礼，那除了我们庄严隆重之外，我们呢也这个送了这个花桂花桂，最主要要让大家今年能够发，变成我们金猪年啊，这个啊探大旗哦。那在这边也恭祝所有的乡亲伙伴们，那新的一年更加的平安快乐吉祥，大探吉，探大吉，吉大探。元旦升旗典礼主办单位准备了888份花桂以及花桂，让现场民众将花桂送花桂，彰化发。王县长期许县府团队全力以赴，努力打拼，携手改造彰化，翻转命运，让彰化成为一个幸福宜居的好地方。公益频道彰华允彰化采访报道。